但是太甜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太甜，今天我就站在这个舞台上来投诉我老公。投诉他真的太惯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之所以胖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被他惯的。这那我能问一下吗？就结婚之前你是什么样子？结婚之前我100斤。他足足用了我，俺俩结婚10年了，他用了10年的时间把我喂成现在200斤，胖了整整100斤。哎呀，确实该死到了。什么秘方啊？这是你这灌是往嘴里灌的灌是吧？他就是用的那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方式，润物细无声的把我整成这个样子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也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啊，你多漂亮！这变化也太大。哎，对。那我冒昧问一下，老公是怎么温水把你炖了，不是温水把你给煮了的？首先从那个吃上来说吧，他每天绞尽脑汁的就是给我搞一些好吃的东西。每天一下班呢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他就说老婆今天想吃什么，然后我就说吃什么，他就赶紧去菜市场去给我买，买来之后赶紧回到家带上文具，进到厨房就开始给我做。我要是动一下，我要是去打扫卫生，他就说老婆你别动你别动，我来给你做。包括我的手指甲我的脚趾甲，我们在一起10几年了，都是他给我剪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是投诉吗？真的太甜，动也不让动，对，做饭也不让做，指甲都不让剪。那这10年下来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吧？